Clever Care 福全健保致力透过整合东西方医学，为你提供全方位的健保医疗服务，绝对是你明智之选。我哋依一个额外的福利都好丰富嘅，我先讲个牙科啦。牙科咧有兩部分嘅，一個就係預防性嘅，譬如話一般長者去洗牙啦、口腔檢查啦、照 X 光啦、fluoride 啜文呢個氟化物去保護牙齒嘅，呢個就預防性嘅。第二部分咧就係一啲係 comprehensive 嘅補助啦，譬如話有啲長者啲牙壞啦，要做啲修修補補啦，可以用依一個福利去用嘅，譬如話深層次嘅洗牙啦、牙冠啦、牙橋啦。補牙啦、剝牙等等，其中有計劃咧係可以高達每年2500蚊嘅福利去使用嘅。咁另一個特點我要睇睇咧，我哋計劃係 HMO， 但係我哋嘅牙科咧係 PPO 嘅，啲長者唔一定要去我哋網絡內嘅，佢可以佢去中意去而家心儀嘅牙醫個睇醫生，因為係 PPO 亦都可以使用嘅。咁第二方面講講嗰個眼科方面啦。一般的年度的即係檢查眼睛咧係零嘅費用嘅，但係佢譬如需要配一個眼鏡或者配一個隱形眼鏡，每年最高300蚊可以用一個福利嘅。咁聽力方面咧，佢年度依個檢查嗰個聽力咧，亦都係唔使依個費用嘅。如果假如佢需要一個助聽器咧，就我哋其中有計劃咧，可以每年每隻耳仔高達1500蚊可以配一個助聽器嘅，咁亦都相當受長者歡迎，尤其是牙科。咁我講講我哋嗰個東方嗰個福利啦。首先就係嗰個針灸啦，我哋個計劃咧就有無限次嘅針灸嘅。咁第二方面嚟講咧，就唔需要嗰個家庭醫生去寫一個信去批准嘅，只要嗰啲長者任何一位喺我哋網絡註冊嘅針灸師打電話預約就得噶啦。咁另一方面嚟講咧，亦都包括12次以上。嘅東方治療啦，譬如話拔罐啊、推拿啊、刮痧啊、反射治療嘅。更多嘅福利、更簡便嘅服務、更靈活嘅選擇，每3個月福全健保會員都會收到一筆靈活健康福利津貼，以協助支付你目前計劃未承保嘅服務。呢啲就係聰明嘅健保。咁我哋會俾會有一張係MasterCard， 咁一個 MasterCard 唔需要一個密碼嘅，佢用一個 MasterCard 可以。去我哋協辦嘅德成行可以買一啲一般嘅藥品啦，譬如話白花油等等。咁咧啲會員咧都可以去好多大家熟悉嘅即係健身室啦，譬如話 24 Hour Fitness 啦、LA Fitness 啦，可以參加成為佢哋嘅會員啦，可以參加佢哋嘅活動啦，譬如有啲踩單車啊、健身啊等等嘅，亦都可以打依一個高爾夫球啊，可以打太極班啊等等嘅。咁另一方面嚟講咧，亦都可以用張卡去買櫃枱藥譬如話去 Walgreen 啊、Walmart、YA， 咁亦都可以一卡3種用途嘅。咁嗰個會員係自選點樣用嘅，咁十分之方便靈活。福全健保更有熟悉我哋嘅需要，使用我哋语言嘅服务人员就喺我哋嘅社区，而成为我哋服务。我哋有3間嘅社区中心嘅，喺韩国城啦，咁另一间就喺橙园嘅 Westminster 啦，咁另一间就喺大家熟悉嘅喺圣基培传统广场入边嘅，咁啊好多活动喺度举办嘅，譬如话系医生讲座啦，有啲运动啦，譬如话有瑜伽啦。可以有呢個免費嘅電影欣賞啦，亦都唔係限於係會員嘅，非會員亦都歡迎光臨指導。咁如果一啲長者有興趣想了解我哋嘅計劃咧，亦都歡迎我哋有專業講華語嘅廣東話嘅去介紹我哋嘅新計劃，去聽你有咩特別需要，去配對你嘅計劃嘅。嚟緊嘅2023年嘅新計劃咧，亦都係即將推出噶啦。咁喺11號咧，我哋可以會係介紹一個出年嘅2023年嘅新計劃。咁樣咧，我哋會喺我哋社區中心咧，亦都會開辦好多講廣東話啊、國語嘅介紹我哋新計劃嘅。咁請各位有興趣嘅長者咧，留意一下各大嘅傳媒啦，亦都請各位留意我哋嘅網站係全中文嘅，亦都會講到我哋邊個日子係可以參加嘅。咁大家可以打電話嚟約喺邊個時候參加，因為亦都會限住個人數嘅。電話熱線咧係833-721-4360。福全健保中文顾问专线833-721-4360，或者上网 zh.getclevercare.com。福全健保是你的明智之选。